这两天啊，我在各舅啊，我发现各舅的房子价格挺低，这个价格可能都可以 PK 一下黑龙江的，比如说像鹤岗啊一些地方，几万块钱能买一套房，真能买一套房吗？真就能几万买一套吗？今儿啊，我就问问本地人，我再问问房屋中介，如果价格真行，我妈我爸可能都动心了。我们这是中介，我们想看看，就是想问问房子的情况。你想问啊？你想买还是啥？没有，因为我们觉得感觉这地儿还不错，就是听说各舅的房子还便宜。到底是基本是啥价？哎，你们这咋还唉声叹？你们是看抖音来的吗？没有啊，我们本身就对这个城市来之前有一些了解。这边的房价大概还是在3000左右。3000左右就是均价。城里面的要贵一点，就是在这一个片区，这一个片区要贵一点，要贵一点，片区基本上要在5000左右。5000左右。然后再就是往两边走吧，往两边走价格就会下来一点，就是3000多、4000，然后3000以内。反正根据就是以老旧小区为主。都是老旧的基本，有没有新盖起来的呀？10年以内吧。10年以内，妈那还好。那房龄新一点的就是10年以内。好卖不？你在这儿做中介？差不多。还行哈，外地人多不买的？那我偶尔还是有的。偶尔啊，仅仅是偶尔。那外地人他买房子他也不常住，他只是。像冬天啊，东北三省要多一点。多一点，东北的哪个省份多一点？辽宁。辽宁啊，辽宁多哦。辽宁来这里已经买了好几套了。哦，辽宁啥地方的？他那贵是辽宁吧？哦，我们是辽宁的啊。沈阳的。沈阳的，对对对。今天去那边咱买。是吧？你说咱这边房子一价格一直也没上来吗？看是不？这边房子。那两边是两老头。哦。他们刚买一套。哦，我看到那个14万。7层。哦。再看就是楼梯房了。哦，这个是14万。73平。面积不大不小。7层。哦，7层。就是那个楼年龄是多少年了？这个房型，这个叫房龄要大一点。哦，房龄要大一点。哦，这个是90，将近20万。哦，价格确实很诱人呢、啊。价格确实很诱人呢、啊。这是103平，43万。那就这个地基长。咱本地人买的多不？现在本地人也多，因为有闲钱就。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老龄化城市嘛。啊。像有些老人之前住6、7楼，然后家里面的小孩会帮他们换一套稍微密集或稍微这个楼层矮一点的，1、2楼、2、3楼这样。还是多。挺好的。比如像明天的结婚这些。对。也是，你看嘛，虽然它的房屋就是这个价格低，但是就是本地人买的也多，比如高层换低层，年轻人结婚都要买房。确实。我这昨天在这儿，合计合计。我前两天是听说啥呢？深圳人，因为深圳房价贵嘛，一波人就上这儿来买房子，因为在深圳6、7万、7、8万一平，所以在这儿基本就能买个房子了。对。房子很高。是，你说咱们这地儿房价低是啥原因呢？房价低。房价低的原因，因为我们这里是矿业城市，主要是以开采矿业为主。对，西。然后现在国家严管吧，国家严管就不给开采，不给开采就外地人口就减少了。所以说房价就下来一点，下来了。不然以前还是挺高的，以前7、8千、8、9千。那个时候这个价格是哪年？2013年、2014年吧。2013年、2014。那个时候西的开采没有这么严。没有。哎呦，10年前。那时候还是大面积开采，只要你有手续，就可以这个开采。你看。那不一样。不一样。10年前开采自由，房价也就高。现在开采国家限制，
价格房价也下来了，外地人少了。又是那两个。13寸，均合的多少钱一平？3000左右吧。3000左右，房龄多少？房龄也是在10年以内。十年以内。十年以内，啊、嗯，对，3-4万。好一点呢，就是40多万，80平左右。如果生活要方便一点的，就是在40万左右。40万左右。电影超市啊，电影院啊，这些东西都有。40万基本指的就是这个京沪南路这一带这边的。啊。40来万的，10多万就偏一点。就远一点。远一点。就是特别远啊，也不是远一点了、啊，反正在这个就是7公里左右嘛，从南到北。7公里。啊。直线距离。啊，7公里左右。反正远也远不到哪里。啊。南北7公里。直线距离。啊。它指的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只有2条路嘛，一个京沪西路，一个京沪东路。啊。然后主干道变车路。我们这里地方小。地方小一点的。地方小，但是人口多，人口常住人口20来万。哦，20来万啊。常住二十，常住人口，然后总人口在就是连，矿区、山区，然后村子加起来大概有40多万。40多万啊。哦，